干嘛啊？我想是想睡觉了，想睡觉上去上去休息站睡啦，不要这样子。他前轮一直在左右压线，这是龙摆尾嘞！哇，明仔三点看哪里开车的吼？刚超一台左摇右晃的计程车，马上个杜了杰学长安内吼，马上个杜了杰学长安内吼，不要拖嘞拖嘞安内。是伊后边迄只车道咧拖，还是伊的车本身就塞了咧拖？你超紧，你别听你的话。下去了，他下去了。没有，他出去了。哎，对，赶快出去哦，学长，拜托哎。只要他出去，我就可以加速了。你看路况，我观察他动向。可以。现在踩下去，要切进来了。要切进来。对，他切进来了。压线。